水迄支嘴，目睭大蕊都有够。无啊，我嘴嘛无偌水啊。嘴宽，你嘴宽，啊，这嘴珠哦，只有一个嘴珠啊，家人家族大块，嗯。这哪卡恁男朋友小金就敢那输着落泥巴哩？啊、我是比如讲啦，我哪会知啊？我都唔捌浸过，我哪会知？我是讲我若捌浸过，我哪会知？什么人没有你浸哦？你唔捌甲我浸着，你甲我浸着就分你。我甲你讲，啥那讲？因为空空我紧张嘛。啊你啊，这浸拢全无人的所在，暗暗无看啊。有一天有人输着偏分你啊。干嘛？要凉是不是要把裙子拉上来一点？我跟你讲，我不随便换的。你到底要不要凉啊？你啊，要看我的单位，要门票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很简单啦、啊，单位一条，多少一票？多少一票？多少票了？你叫啥名会？迪哥哥哥啊。啥名叫迪哥哥哥？啊，你也做迪哥娘啊，我就叫你迪哥哥哥啊。啊，低哥娘啊，就低哥娘啊，那就低哥哥哥。我尊重你啊，所以再加一个哥哥啊。尊重叫低哥哥哥。系啊。啊，那无尊重的低哥没有哥哥啊，你。对啊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欢迎你到我们的节目中。干什么啦？无啦，我是讲那一站一站呐。卖讲掀呐。我无掀呐，我是看这是真呀假啦，我的人那安尼讲掀呢，对不对？这假啦。啊，这是啥物货？毛啊，毛是啥？台湾话讲啥？毛毛哦，啥物毛？塑胶毛哦，这塑胶毛，嘿，无简单。啊，你那规身躯拢乌的？诶、欸，因为我人较大颗一点嘛，所以穿乌的。你那大颗？真的、啊？你较胖妮淡薄啊？啊，不是同款。胖妮甲大颗无同，大颗是塑胶啊，这是大颗。哦，你要去。袂比一个，啊！我是汉尼啊，啊，穿乌的。你是做汉尼，汉尼别人甲你讲，人你袂用个家己讲汉尼，你汉伫底我无看，我你用我看嘛。你是咧搬入去大呀？人面会当很大，啊娘喂！我你哪会伫我咧呀？无你讲咩？这我你甲伊讲，你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本钱嘛，但是你也不需要讲出来啊。你无本钱，我借你嘛。你安尼烦恼，你没有本钱。你爱讲，人别人甲你讲胖，你不要紧。哦，啊，你家己爱讲哦，啊，我都较肥一束啦。是啊，啊，我都较肥一束啊，所以我穿乌的看会较瘦一束。水迄支嘴，目睭大蕊都有够。无啊，我嘴嘛无偌水啊。嘴宽，你嘴宽，啊，这嘴珠哦，只有一个嘴珠啊，家人家族大块，嗯。这哪卡恁男朋友小金就敢那输着落泥巴哩？啊、我是比如讲啦，我哪会知啊？我都唔捌浸过，我哪会知？我是讲我若捌浸过，我哪会知？什么人没有你浸哦？你唔捌甲我浸着，你甲我浸着就分你。我甲你讲，啥那讲？因为空空我紧张嘛。啊你啊，这浸拢全无人的所在，暗暗无看啊。有一天有人输着偏分你啊！把你骗我个了钱！你即马是，你按看咱意思，偏两个是啥？阴暗两点。你乌白了，你嘛喊你袂等到天光又拍手了。你想要从啥呢？啊，我要从啥？你讲咩？我要从啥？我是这个配合我的这个大师傅。为什么叫大师傅呢？因为他以前呢、是从事服装设计工作。对，我以前服装还有洋装，小姐、先生们，我都做过很标准流行的衣服。真的？专门在量身体的。哎，哦，这个我知道。这个服装呢，最重要就是尺寸，对不对？要按照这个很精细的尺寸呢，做出来的服装呢，才是第一流的服装。但是我是看人在量，像你是模特儿出身，身材标准，我量的才过瘾。你今天讲的是素珠，我就不必量了。素珠我们都用目测，就大约多少就可以。那你就知道我的厉害，我以前干了哪一行你就知道了。我知道，我完全明白。那我相信你也会接受。接受？你现在要帮我量啊？你放心好了。好，量他的手背。哎，我们先装手背。看有多长啊？哎呀！
量吧。真是。我发烧，你是不是水降了？我发烧，慢点慢。等一下再替你量了。好了，不要了，我一定要。等一下了，等一下。我先替明星量一量啊。好，来腰围。周丹薇的身材24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来看你的，看你啊！我也要量啊！你也要量，等一下，我先把明星量好啊！你不能这样子啦，你这样太不公平。同样是女人，为什么你就先量她，而不是被先量我的？你这个什么？为什么量她是用尺，用量我的是用麻绳？这是量牛的。我也要，我一定比他大，还是包？你看这脸啊！你是量的吗？臀围啊？他是肛围的。你量他的肛围干嘛呢？万一要开刀，我要知道用几号的刀子啊！那臀围的下面叫什么？秘密围，下裆，下裆。我看我不免了吧？为什么免呢、啊？女人的下裆。我当这个裁缝师啊，我告诉你，朱哥，好，最好的服装设计师，最好的裁缝师呢，不用量呢，只要真的是完全用那个目测，你知道吗？目测，然后这个立体裁法，马上就可以把一套衣服做得非常非常漂亮。所以呢，我是把。把你做错了，万一把你风声晃失去，我的生意就不那就是好了，我抱一抱就知道了。我抱一抱就知道几斤做什么尺寸的来，就刚 好。哎，同行的，我来抱一抱。哎，你量量看我的单位有多少？你要让我抱一抱单位？干嘛？要量是不是要把裙子拉上来一点？我跟你讲，我不随便换的。你到底要不要量啊你啊？要看我的单位，要门票了。来，很简单啊，单位一条多少钞票？多少票？人家在找机会，你闹什么？你看看，把你量过的绳子都会褪色，你看，说什么当你的？好，来，你怕就好了。我们不敢再量下去了，再量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改天就打电话来骂我，那就我们就该死了哈！量了就有味道，什么味道？啊？你刚才是不是有吃蒜头？我这次问看看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好，